难道就是我昨天吃的那个两块钱一串的肉串的加工生产地？那这有个加油站，所以这边加油站还是很多的啊。我的妈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好臭！就这个，好臭！我靠，那个车里边，我干吐了，我操！我靠，就那车里边。我操那车里面是装的尸体吗？我操，我骑慢一点，骑慢一点。刚才那个车里面，我这上面还搭了两个人啊！上面搭了两个人，还是有那个味道。拉了这么多人啊！又臭了，好难受，兄弟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干啥嘞？这干啥嘞？怎么又在噼噼里啪啦的一直在说？啊，反正那时候我家里半空。干啥嘞？我结婚。你这结婚，兄弟们。吃席。
结婚，这会儿有婚车嘞。哦，结婚，兄弟。那你们随个礼吃个席吧，兄弟。我感觉他们这儿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走。有钱人也。有钱人他也得吃饭呀。走，看看就行了，看看就行了。他那个车不还挺好的，刚才那个哈雷就是我们刚才遇到过去的那几辆车。哎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快中暑了，我着不住了，兄弟们，我必须要找一个阴凉点的地方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我操，感觉我好。中老金润发展有限公司，我的妈，罂粟替代种植项目，我的妈，代替，我的妈。兄弟们，快走快走！怪不得这个村发展的这么好，兄弟们，直接爆！我操，蛇鸡巴怎样吃？快走快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！正经行业，正经行业，正经行业！我靠，这个山里面感觉啊，合法合法。这儿有个餐厅了，这儿有餐厅。哦，这个加油站好，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加油站，兄弟们，还可以吃东西。这有个餐厅，兄弟们，快走。这个村应该都比较富啊，看到没？这个村啊，你看他们的这个服务区都不一样，跟其他我们过来的村服务区都不一样啊。这个村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富有的。你看，卖的这些水果都不一样。那山里面不是庙啊。按头的，我的妈，有几个妹妹在这按头。我们也找一个这种农村的那种洗头。
得去按一个，兄弟。这又是干啥？这是洗头的，按头的，兄弟。干快递的，按一下啊。咋走了？没进去啊？萨巴迪，萨巴迪，萨巴迪。怎么没有进去啊？我这你问啊，因为我发现旁边有个种叶子，用种叶子的公司，所以说我没敢进去啊。这旁边有个种叶子的公司啊，我没有敢进去啊。放心大胆的进是吧？哦哟，我感觉我到大城市了，兄弟们。感觉我到大城市了。vivo。对呀，这大城市啊，这一看大城市，兄弟们。宋提达宾馆，感谢遇见你哥，谢遇见你哥，感谢遇见你哥，谢兄弟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直播间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妹妹都还好看，这个村子还挺好。我在这喝口水，这个村子挺好的。这还有一个 ATM， 这是银联的 ATM。太热了，熬不住，兄弟。看他们有没有干头房？我的妈，这好像是个市场，兄弟。这是个市场吗？这好像是个市场，兄弟。这好像是个大市场。哇！收费的吗？这个？啊 ？What？ 哦、oh, ，OK， 停车收费，兄弟们。我的妈！又是搁这儿做 GDP 了，兄弟。收我费，兄弟们，糟了，啥也没干，收费了，兄弟。哎，这不得下来休息一下，这不亏了吗？我发了个盆儿，猜下多少钱，兄弟？给我发了个盆儿，兄弟，不知道要收我多少钱。发了个盆儿，就停一下，兄弟。既然都收费了，还是转转吧。操，该中暑了，兄弟。
给兄弟们看，我的汗毛都立起来了，兄弟，晒成这样了。啊！你看我的这个筋。谢遇见你哥的浪漫营地，感谢遇见你哥。就是，你们没看到？欢迎我波哥。来都来了，走去去龙门镜看看，去看过去。但是我的这个包放在这个上面，应该没人偷我的吧？我的包放这儿，应该没人偷我的吧，兄弟？不见老挝话了，兄弟们。背着也热，背着也热，不背着又害怕别人偷。反正是收费的，兄弟。前面那个 OPPO 店，我认识老板，你可以放那里啊。就那个 vivo 嘛。是吧？进市场第一个卖鱼的会说中国话。OPPO 绿色牌子的店。啊，你在这边都有产业吗？这是个 ATM 啊，人脉啊，要的是人脉啊。哎，问题不大，兄弟，问题不大。要是为了这个家，真的操碎了心啊，兄弟们！啊，哎呀，我把身份证和护照带身上就行了。
Gott.好，走吧，我包背着，车放这儿。来看看，这他们是市场是吧？走进去看看，车都锁了。我靠，这是他们的市场兄弟们。我靠，这他们的市场。热啊！我靠，这怎么购物啊，兄弟们？哇，好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，兄弟们。哦，什么都有。这市场里面有中国老板，肯定是有的，兄弟们。这么大个市场，我靠，椰子，妈的，电脑看不了我直播，好像斗鱼给我屏蔽了。白天不会屏蔽的啊，可能会斗鱼会卡，但是它不会屏蔽啊。不是，哦，这里面这你们要是这个消防什么的，这个咋整啊？这个，我这个小妹妹还挺乖的啊。哇，这个市场挺大的，兄弟们！我的乖乖，你还别看着啊，这个地方还挺好。哎，哎，哇，帅！哇，这边挺大的，这边挺大的，这边还有吃东西的。我靠，这市场可以啊，兄弟们！还没有到目的地，兄弟们。这水果，哇，感觉跟迷宫一样。啊，哦呦，还有凉拌鸡、烤鱼、烤肉。你好，嗯，三百的，嗯，哦呦，哦呦，三百的，三百的，我的妈！看看兄弟，这也没来过，兄弟们。我那边冻品还挺多的啊。哇，这个妹妹还挺漂亮的，你看。喂，这感觉是卖什么？哦，这卖奶茶的啊。嗯，看到我必须得买个口罩啊，兄弟。你好，老板娘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天。哎，哇，这个小妹妹还挺漂亮，是吧？哇，我说这个好看，是吧？这个妹妹好看、啊。我有一说呀，这妹妹是真漂亮，是吧？她这个是怎么个打法，是吧？哇靠，这妹对我笑了。是的，应该是这菜市场里面老板娘啊。6000，兄弟们，6000一杯。看他这个怎么做的，哇、哦，6000一杯，什么？哎、嗯，全是科技，又狠活，兄弟。太热了，哦，这是什么粉粉？我靠，喂，好香啊！这个一个两万，啊，它水果是一个两万，啊，5000，啊，
要整一个吗，兄弟们？两水果的是28000啊，他们这水果贵。满满的科技啊！整一个水果的补充一下维生素啊！啊，拉他说他现在绷，哎，他现在绷的那个是5000啊。哦，这个是6000，5000。哦，一万啊，这个是2万，啊，一二，2万是8块，兄弟们，啊，兄弟们，我闻到一股有点好像馊了的味道，我们可以吧，兄弟们？整个这个吧，补充一下我的维生素，整个这个来一个。这牛哦，兄弟，科技又狠活，兄弟。好了，对了，我电话，他洗都不洗啊？哦，我这牛洗都不洗啊？这多少把上一杯那个科技给我洗一下嘛？这个是什么？勾兑哈，我这浓缩，浓缩。这个是什么，兄弟？洗衣粉，哎呀，三花蛋来。料还是很足的，炼乳啊，应该是炼乳，兄弟。这钱够吗？不知道是不是2万？10个啊！啊，我就看那个老板娘去了。2万是就是8块人民币，兄弟。我的妈！好在 ，OK， 就是8块人民币，兄弟，8块啊！现榨水果汁儿8块，那放到一点不是啊？谢谢。谢谢。值吗，兄弟们？这个8块钱啊，我要去看那个老板娘去了啊。那个妹妹，刚才那个妹妹，哦，在这儿啊，这老板娘在这里。你好，哇，这妹妹真漂亮，兄弟们，老板娘。嗯。看看她卖的这些东西啊。重庆串村香，也是不对了，他应该结婚了啊，不然的话他应该不会在这里摆摊的。他应该在做饭菜啊，再转一圈看看啊，他在这里啊。你好，美女，撒贝迪。哦，挺漂亮的啊。嗯，你好漂亮。他听不懂，他听不懂啊。这个女孩的这个要是做女朋友的话，审美标准可以了，兄弟，这可以了啊。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有什么好玩的景点吗？你好，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听不懂啊，他笑了，兄弟们，他笑了，真的可以的，我怕被打。这帅哥，你好，人啥人啊？没有什么啊，就找嘛。
来看看吧。说中午啊，你是傻了吧？哎，本来想给他搭个讪的，兄弟，他走了。You are good, beautiful。你们好。嗯，应该是有老公和孩子的啊，基本上是有的。你要问找米潘木波，你人你问我敢说不？找米潘木波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有一说呀，那个女孩是真漂亮啊。你要搞我？那倒不会。哎呀，这包背着好沉啊，这个。我的妈呀！哦，他们这里就特别喜欢吃这个笋，就苦啊，兄弟们，他们很喜欢吃这个竹笋啊。这个竹笋是真的啊。你只要见那个胖的母的就漂亮，那人家是真漂亮，刚才那个女孩。嗯，刚才女孩是那个女的，是真漂亮，真漂亮啊！不过好像都没了。什么蝙蝠没吃过是吧？没吃过蝙蝠肉吗？直接把我迷晕了，刚才那个妹妹。那个妹妹要是我婆娘的话，我这你我门都不出了，兄弟们，就跟钥匙一样，天天在家把守着，啊，你好，傻白爹，哎呀，这傻白爹他也不鸟我呀，他是鲢鱼啊，哦，这卖鱼的西施，兄弟们，走，哎，好热。对呀，我要是真的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我也像钥匙一样，天天不出门啊，是吧？她不香吗？她很香的啊。这个市场好像以前看过，这我都第一次来，你还看过？你哪儿去看过呀？我都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我的，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你会说中文？你会说中文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啊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哈哈，这妹妹啊，这感觉他们这种好多都是 Made in China 制造的啊，他们这边很多的东西啊，都不是本国制造的。因为感觉他们这边的工业各方面还是很少的。他们的化妆品的话还是蛮多的啊。哎呦，背不动了，兄弟，给妹妹买条裤子吧。没了，哎呀，我还想去看看啊，还想去看看那个叫什么呢？哎，那个女孩啊，那个卖那个，哎呀，还想去看一下，兄弟们，你们想看吗？哎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皮肤又好。欢迎我卡哥。这个怎么跟他交流呢？能加个他的 Facebook 就好了，加个 Facebook 约出来吃个饭，是吧？他们这边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女的召集起来，然后在母婴上跳舞啊，然后就相互打 PK 啊。然后赢了之后就给他们分成，他们都这样的。
老挝的主播都这样啊。老挝消费嘛，不是，他们都是这样玩的，就是直播间自己跟自己 P 嘛，啊，哎，我车呢？我车呢？我操！哎，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嗯，哦，他们这可以充电，可以充下电。哎，你好。这可以充电啊！啊，什么这样可以充下电？他们这都不用充电宝的，太热了。好，在这边，哦，在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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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，车在这儿，车在这儿，热的皮爆。招不住了，动不了了，兄弟，动不了了，我不想动了。招不住了，不是，钥匙，快救我钥匙！我看这多少度。我他妈的兄弟们，save me, save me！ 我就说我那个招不住了，我他妈走路都走不动了，我操，死死的了，我操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嘛？真的呀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呀？
多四十二度，现在四十二度，五月六号。我靠，他们这边温度是不虚标的吗？我他妈，我就说怎么回事，怎么这么热？我动都不想动。啊！他们穿外套是为了防晒啊，不是说他们冷。防晒啊，他们穿长袖都为了防晒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我可以请刚才那个黑衣服妹妹喝一杯这个果汁吗？感觉还是再想看一眼，真好看的。有一说啊，刚才那女的，刚才那个妹妹跟钥匙女朋友差不多，有的一比了。我请她老公喝啤酒。不用化妆都好看了，你们。哇，我遭不住。那你们以为我天天住在钥匙隔壁干啥嘞？还不就惦记他那婆娘的几个闺蜜啊。曹贼都直呼内行啊。哦，我真找不着。叫北风哥啊，改北风哥。兄弟们，我们四星再中一中吧，我可着住了。恭喜我北风哥获得迎春飞机。谢北风哥，感谢北风哥。我听说钥匙过两天要回中国。啊，他大概回去十天半个月啥的。这不就等于说登珠峰的窗口期吗，兄弟们？唯独能救我的就是鱼翅，兄弟们，快救救我，救救我！
那你等哥，快救救我兄弟，快救救我！啊！哎呀，完全抓不住兄弟。感谢我北风哥的浪漫花束，谢北风哥。感谢我等哥，谢等哥。你说你别看他们这路烂，他们的车一家比一家洗得干净。感觉我必须要，找不着兄弟，我必须要找个店去吹个空调。我说前面有个中国超市啊。在这等车吗？我什么都没等啊。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去找个店洗头去，洗头店吹会空调，兄弟。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很多，兄弟。
打不住兄弟们。OK。谢谢，谢谢，走，头盔都不想戴了，兄弟们。哎，头盔都不想戴了，兄弟们。42度，着的都快锤子。真的不想带了，太热了。骑慢一点都行，兄弟们。太热了。哦，这是个 OPPO 店。OPPO 店，他朋友开的，绿色的，这个啊，应该是这个。我的妈呀，这个里面可以吹会儿空调的香啊！三和超市，中国人开的，兄弟们。我的妈呀！泰国的后花园，兄弟们，这个小朋友你看，哦，这可以按头，兄弟们，这好像可以洗头按头，这可以洗头按头，兄弟们，这是南通吗？这已经到南通了，这个。我靠，我的衣服全湿透了啊，湿透完了。我靠，他们每个人都穿长袖穿卫衣，我真的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能受得了。这不找个有空调的待一下，反正兄弟们，我现在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晃的，都是飘的，你知道吧。整个人都是飘起的，他们难道是习惯了吗？这是他女朋友，看见没？对，他女朋友还挺漂亮的。哎呀，钥匙，就我刚才看到那个菜市场那个老板娘以后啊，我感觉我决定我想在老挝做点什么生意什么的啊，跟你一样，要不咱们俩合伙在这个老挝做个生意吧。别走了啊，我们两个合伙者，其实他只要能支撑我们两个每个月的开销就行了啊。哎呀，真的，我入个股吧，我们两个开个酒店什么的，搞个什么小事情，对吧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开个酒店是最好的啊，开个那种民宿啊，酒店，谁又来了都来住我们这儿啊，知道吧？我们没有套路啊，到时候给所有介绍的女朋友啊，都得按照就是你的女朋友那种面相的标准来啊，知道吧？我相信肯定那个啥，肯定直接起飞了，我们知道吧？我们直接线下啊，不接线上啊，按照这种标准来啊。但是我们，我的妈，哇，好烫啊，兄弟！着了，这没了吗？谢谢我，谢谢我好兄弟的小画家，可以小投资搞一下，做个小民宿什么的啊，做个小民宿。开个婚戒啊，实不相瞒啊，
实不相瞒，已经有水友给我转了2000块钱啊，让我给他介绍个女朋友。真的，我没有敢收，兄弟们，是真转了，但是我不敢收，兄弟们，转了2000块啊，我不敢收啊，兄弟们，我不敢收。我说这你们这我哪敢收啊，这个不是高总，不是高总，不是高总，真的，水友给我转2000块让我收，昨天晚上。兄弟们，我敢收吗？兄弟们，我敢收个锤子，我不敢呀、啊，兄弟。你怎么知道2000？感谢感谢兄弟们荧光棒，谢谢兄弟。其实那个钥匙啊，我们可以在老挝开个民宿啊，我们不做婚姻中介，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们介绍女朋友，啊。那成不成是他们的事情，我们又不拉中介费，就不算违法，是吧？就不违法了嘛，我们又不违法，兄弟，是吧？钥匙，随后来了之后就给他们介绍嘛，叫那种单身的给他们认识，是吧？包成功的那种啊，就是结不结婚我们不管啊。可信可靠，哎呀，对呀、啊，自行勾兑，对我们只做中间人，他剩下的自行勾兑，对对，是这么回事啊，真的，我们民宿不要开大了啊，民宿不要开大了啊，大概有个十间房左右的那种就够了，兄弟们啊，对吧？有个十间房的那种就够了。然后我们再招直播间几个大哥给我们入个股啊，对吧？大哥来了免费住，我们就经营。那肯定是赚什么，赚钱的话肯定是只能把生活费给搞定，但其实的话还是得那个啥，兄弟啊，其实就是大哥来了就可以免费住嘛，啊，把最好的安排两个 VIP， 给股东不来管的，只管投资不管经营的那个大哥，给他安排两个 VIP 房啊，知道吧？给他留在这儿不动啊，里面给他装修的巴巴实实啊，然后闪红灯闪绿灯，整个大圆床、落地窗、大浴缸啊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要找不住了。有没有大哥投资一下的，兄弟？有没有大哥投资一下的？对，我看不清啊、哦，我看不清弹幕，兄弟。大家可以组团过来玩啊，我们接团。画饼，我们说画过饼，我们从来不画饼。好了，我的妈呀！怎么没有？这要洗有洗头的话，整一个去。我靠，他们这啥？这哇、哦，这游乐园什么？你等哥。过来一起和我去逛菜市场吃老鼠肉。你要三个女朋友，要十个都可以啊。我靠，这个，他这个。他们那个大巴车上还可以放摩托车，兄弟们，我靠，那我们体验一下，我们不想骑摩托车，我们也去搭个这个，把摩托车放上面。他们那个上面还可以放摩托车，我靠，我们骑不动了就摩托车呗，就摩托车放上面呗。
我靠，这真牛逼啊！我靠，还可以这样搞！感谢五幺八三哥，谢谢五幺八三哥，给钱就可以了啊！感谢五幺八三哥，不是给钱就行了，给钱就行了。谢谢五幺八三哥，图个啥？我这你问，我想老挝语什么东西啊？老挝语，我靠，这是什么非比收购站？道路不错啊。昨晚还说大巴受不了，今天就要让398坐车了，380啊，行动代号380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这个，我靠，这个里面有东西啊，兄弟们，路修这么好，我靠，还修了一个这个大门卫，假徒步真骑行。这个山里面我是不敢去的，兄弟们，这山里面啊，这山里面他们种了一些很多那种啊种的那种，你们懂的噻。我靠，这咋回事啊？这个，哇，这全是，我靠，这七八个妹妹，这七八个妹妹在干啥呀？这是酒吧吗？哎，喝酒啊？这是酒吧吗？哎，这是酒吧吗？我说你们好奇，十几个妹妹，我说你们啊，女团，是不是做女团的呀？我他妈这儿哦，招待所。招待所，兄弟们，招待所。基地啊，看看，100%基地啊！哦，这是鱼，卖鱼的基地。那你们这还不交流一下？哎，前面有个妹妹超我了，兄弟们！秘密基地啊，这个基地住一晚肯定有东西，兄弟们！追上他！三牛魂啊！尖儿，我操！车不行，兄弟们追不上。这已经最高档了，快了，快了。
操他妈，兄弟们！啊，骑得好快呀、啊！我操！哇，这边好漂亮，这边好漂亮，这两边。真漂亮，真漂亮！追得上个锤子，追得上。追不上，兄弟，追不上，追不上，追不上！我操了你！超了他，给他打个招呼，超了他。超车。我们赢了，兄弟们，终于赢了。算了吧，那好像是，好像。好像兄弟们有点不太行，兄弟们，啊，人家一只手，啊，搞得我用两只手一样是吧？这又把我操了，我靠，他们这是去哪儿洗澡了？这个，糟了，我这牛啊，又把我操了。还骑得更快了，我靠！必须给他点教训看看。哇，太危险了，老挝这个路啊，跟个炮弹跟似的。来一波！我这个车一提速，全身都在抖，我的身上的每一个肌肉都在打抖。他一开到40迈，浑身都在抖。
超了他，兄弟。压个弯儿。超了，超了，兄弟们，超了。我们赢了。反光镜可以看到他，我操我操，我感觉我飞起来了，我操我操，我感觉我要飞起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操，我不敢看快了，兄弟们，我算就算，我算算算算算算，兄弟们，算算算，我这一会儿我感觉我快飞起来了，兄弟们，哇，你看这儿好香啊，这里就很香了啊，这里很香啊，兄弟，很香。我感觉我现在此时此刻就跟那个电视剧里面演，就是那个刘德华演的那个寻小孩的那个电影差不多，兄弟们，骑个摩托车到处走，啊！我靠，好晒啊！好像妹妹来了，妹妹来追我了，哦，好臭啊，这里有。妹妹来追我了，兄弟们，我这个叫飞肯啊，飞肯，妹妹来追我了，妹妹来追我了，我感觉有点异响了，兄弟们，这车才骑了200公里，120公里就有点异响了。Hello， 你好。哇，好香啊，还给我打招呼了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我的妈妈呀，这他不等我，兄弟，又给我超了，兄弟。他倒左手，我们就倒左手；他倒右手，我们就倒右手，兄弟们，行不行？今天晚上必须追着，让他请我喝个饮料。那他会导游，左手还导右手，兄弟们，导左手，导左手，导左手，我要走左边，我要走左边，我要走左边，导左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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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导左，操！我要导左手，兄弟们。啊，缘分尽了，兄弟，缘分尽了，缘分尽了，缘分尽了。真的太热了，今天太热了，兄弟们。
们这儿。我看，我搜一下他们这附近的高铁站啊。他们的火车站叫什么名字来？我问一下啊，这边的这种高铁站的火车站名字叫什么呢？这个怎么搜啊？搜不到。完了，这手机掉电很快了啊！万荣、朗木拉邦，这边应该也有啊。OPPO， 哦，这儿可以洗头的，这儿好像可以洗头。我靠，这儿可以洗头哎！这可以洗头，兄弟们，高铁干嘛？就看看这个中老高铁呗，我还没来过啊。哦呀，这个好像是可以洗，兄弟们。老板，啊，这个应该不贵吧，对吧？我靠，我直接你给我问，他们的矿泉水，我以后再也不喝了，兄弟们。我直接你问，他的矿泉水是直接从水龙头里面放进去，然后把盖子一盖。这就是他们这儿的矿泉水，是你们用来洗头的，然后就是送到乡下去给人家喝。兄弟们要洗一个吗？洗一个。我真你个闻了，兄弟们，在这儿了。Hello, boss. Hi, this. 洗头。啊，是的，洗头的。等一下啊，怎么上来？洗一个，兄弟们。妹妹洗啊，肯定是妹妹洗啊，兄弟们，不是妹妹洗，我直接退款，兄弟们，走。哦呦，看他们这儿怎么送到他们这儿矿泉水，兄弟们。哦呦，哎呀，好热，洗头，兄弟们都说了就洗一个。你帮我看一下啊！哎呀，太热了，兄弟，大中午洗个头，兄弟。哎，耶 ，Hello， 哎呀 ，OK， 哇，兄弟，矿泉水，兄弟，你好。哎呀，兄弟们，哇，他这儿还凉快，他这儿还不没有那么热，他这儿还没有那么热啊。哎，这里还没有那么热，兄弟。哇，这还给把风扇打开，兄弟们，纯净水洗头，兄弟们，高级啊！这不成了吗，兄弟们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把先把手机洗一洗，先洗手机。OK， 我先洗一下手机。哎呀，先给兄弟们洗啊。先给兄弟们洗一下啊，妹妹人麻了。好，兄弟们，我这里面今天40多天见，属实遭不住了。我先洗一个啊，先给兄弟们洗，我再洗，好吧？对了，把这个妹妹这还吃。我想问一下，他们这个送这个，哎呀！兄弟们，这个洗头爽啊，试一下啊。Thank you。
OK。哎呀。开始了啊。OK。OK。哦，上来一点。OK 呢。OK 呢，上来一点。OK 呢。哦，对了。开始。哦，有了爽啊！42度的天气洗个头真的爽啊！但是不知道多少钱啊，兄弟，没问价格呀，这没问价格啊，兄弟。砸了，兄弟，砸了，这黑科技都往上抹了，兄弟。你们沉浸式体验一下，兄弟。不知道他这个价格，一般我觉得应该要最少得个10万块吧啊。姐姐用的是什么呀，兄弟？这姐姐用的是海飞丝吗？感觉还有点挺清凉的啊。有点辣辣的啊！欢迎我发首歌，有点风油精那味儿了。哇，这是按头的手法哦，爽！
OK。OK。我到兄弟。好。哦，对了啊，这老板娘还挺好的啊。没有，还没有结束啊，还要按，还要按。我说你们兄弟们，这我待会儿可以在这儿躺一个小时吗，兄弟？这就在路边随便找的一个，太热了，42度这边太热了。安逸的挺好，我的妈，兄弟们，我们在这边专门找，专门开一个吧，钥匙我们。这是什么呀？啫喱水还是什么？香香，喷的是啥都不知道，兄弟。我连带包括你们个凹呢。我累的。输了哎。哎，那面不面杯看得了没？没有空调。不能叫我喝不？不能叫我喝不？这是没有空调。这个风扇啊，在吗，兄弟？啊，是你们，他这个喷了之后，这个感觉完了，多少钱，兄弟？这种纯洗头，那不纯洗头，那你还想干啥的？我其实还想在这儿再睡一会儿的啊。你们给我整爽了，兄弟们。老板娘，拿卷帘吧。头发长长了，我这次出来之后，我在那个越南的时候，就是免费的，在那个路边人家有个公益剪头，给我免费剪了一个，人家剪了一个小时啊，给我剪头发剪了一个小时，是一群那个越南的朋友啊剪的啊，你们都知道噻，看一下啊。你说一个小时怎么在价格，然后他再给我按到一个小时吧，我再睡一个小时，兄弟们可以吧？那么让他给我加妆，给我洗个脸，我睡一个小时，兄弟们。可以吗，兄弟？不是妹妹剪的，不是妹妹剪的。哎，多少钱？15。15，你是哪一个？有吗？不够。1000。找了，找了，15。不，15应该不是。给他一张10万的，怎么可能是15万啊？应该是15000，我但是你没有15000，我这里只有14000。给他张10万的，兄弟们，15000是多少钱？7块钱，6块，7块，6-7块钱吧。什么服务？15000？哎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5万、6万，确实是。没开玩笑，兄弟们，真是15000，真是15000，兄弟们，真是15000。还找了我8万5，真是15000，啊，
再加几个钟啊？他刚才洗了大概多少个小时啊？这不加个钟啊？哎，你好，老板娘，可以洗脸吗？啊，可以吗？洗脸，我给我洗个脸可以吗？啊啊，要重新洗脸是吗？他只有这一个老板娘，兄弟们，没有，让老板娘给我洗，就换一个项目继续啊，我们换个项目。刚才是洗头，你看我们要洗脸，兄弟们。我换一个。主要是我想睡一会儿，兄弟们，我想睡一会儿。你们注意看老板娘手法，我再加个钟，嗯，洗个脸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我们四星任务人都凑一下啊。哦，再来洗个脸，兄弟们，师傅一会儿再整个洗脚，兄弟们。啊，又来，我躺一下啊，你们看看老板娘手法，待会儿打个分啊。他这个还可以洗脸啊，我不知道，兄弟们啊。啊，好的。不知道，要往上补什么了？他这个洗脸的方法。不是，我感觉有点像那种以前我们用的那种洗衣匠匠的那种洗衣粉啊。就感觉有点颗粒感啊。有一点点痛苦，就懒得有一点点痛。
车呢？摩托车呢？เป้าหันก็มีนะสิThank you.
OK。OK。OK 了，兄弟们。OK 了。OK。洗了多久，兄弟们？给我整睡着啊。OK。洗了多久，兄弟们？我都没看到啊。再给掏耳朵吗？复活了，复活了，来哥，继续加呀，还要加呀，来哥，给我按键，再加一个吗？我都快睡着了，我都快，按个键吧，大钟，我靠，我困了，来哥，你知道这里多少度吗？来哥，我看一下现在。温度降点没有？我刚才42度，直接我人都快废掉了。哦，火车站的名字换了，我们去换一下。多少度？41度了，41度了，好一点了。2个小时内无降水，41度。你们多少度？天气？朗坡拉邦，朗坡拉邦啊，40多度。真的热呀，我热的我真的，才41度。好 ，OK，OK， 那我要有水喝吗？啊，有水喝吗 ？Water。啊。Water。啊 ，Water 呀。听懂了啊，也这些也我要一洗脸3万还是不知道啊，让他自己选啊，都不想动了。哎，好嘛，你自己选。啊你 OK 3万，洗脸是3万。好了，涨了一倍了。啊，刚才那个，刚才洗头是6块，洗脸是。12块，18块钱，我这你们呀，哪个？洗卡多少钱？水不要钱吗？那还有什么要钱？18块啊，一共18块啊。哪个？上次我在越南洗43块钱，哎，哪个？上次洗了多久？豪哥让我洗的。43块钱洗了2个半小时，这个老挝还要便宜一些。哎呀，走不动了，我都40多度，现在3点过，40多度。中国赚钱，老挝花，也不是不行。呀，我给兄弟们先洗个澡。兄弟们，在老挝定居吧。你们要是在老挝有生意的话，很容易找到女朋友的啊。
非常容易啊，非常容易。就是如果，但是你们必须要在老挝，就是有生意啊，就是我觉得钥匙说的对啊，啊，你必须得有来生意啊，来做个生意什么的，就管他亏还是赚，啊，你就跟你女朋友说我是来做生意的，就是赚啊，那是做给女人看的，啊，然后就可以每天换一个了。嗯，什么15000现金加12000鱼翅啊，什么东西啊？这表面功夫嘛啊。钥匙换了几个了？我预估的话，兄弟们啊，其实官方奖励啊，我又是第一名啊！我操，我又是第一名吗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啥也不说了，我们四星再凑一凑吧。这你们再这样拿下去，真的全部都第一名。注重内容，我这你们兄弟们，怎么又是冠军？兄弟们，我们四星凑一下吧。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我知道我报名了那个节目，但是我没有看，因为我以前报名都没有拿到过，所以说我就没有看过，我也不关心啊。因为我报名了，我是报名了的，我报名那个官方节目嘛，我说我要出去做节目做内容。然后官方就给我报名了嘛，啊，他应该是按照人气啊，各种啊什么的。兄弟们，我们也凑一凑吧。流水虽然拉了，但我们凑一下吧。我不想动啊，兄弟们，我不想动，太热了，41度，我忍你，我刚才42度把我热的，我热的八卡了，真的。你看嘛，现在我打开这个 APP， 你看，41度，刚才42度，现在降了1度。加项目啊，那老板娘继续给我按。兄弟们，我们先把四星过了。感谢我等哥的浪漫一滴，感谢等哥，感谢等哥，谢谢等哥。换一家继续消费啊。等家的什么？这老板娘，这老板娘，老板娘对我笑了。这老板娘要是娶回家了，天天爱啊！这老板娘不行，老板娘还是漂亮的，这老板娘还是漂亮的。嗯，咋了？这阿姨来了，阿姨好。哎，沙白地。对呀，老夫妻相里面。好了，他笑什么？兄弟，我不知道，兄弟，我都不知道他笑什么。你买不回来。嗯。啊。好玩啊。你们来老挝找媳妇儿，不要想着省钱的目的，兄弟们啊，知道吧？反正我先这么绕一圈，看一下能不能再遇到什么好玩的啊。这个水5000块啊，这个水5000块，然后5000块，那个洗脸30000。那我买一个20000，别兄弟，别，买就不太好了，兄弟，买就不太好了。麻子，云南泼水节还有4000奖励，赢麻了，我的妈呀！我们好好做内容呢，鸽子哥，真的是在好好做内容，每天都在路上。昨天晚上就那种内容，我告诉你，全网都没有几个敢做。就昨天晚上我们那种内容，兄弟们，你们想还有谁？就昨天晚上那么危险，你们看了吗？出来个大妈，啊，知道吧？我说真的，我的脚趾门都捏了一把汗啊！我靠，你们没有看到？我跟你们说，晚上大概6-7点钟的样子，天一黑，哎。我可以坐一下吗，老板娘？坐一会儿啊，我休息一下，给老板娘说一下。我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嗯。我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太热了。哎，我在这里休息。
OK。好，你厉害。OK，hot，hot， 耶、yeah。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老板娘在学中文啊，老板娘在学中文。啊，我在这休息下，她跟着我念来啊。谢谢兄弟们，。19000现金加5000鱼翅啊。但是我加上上税的话，没有多少钱，兄弟们，大家扣一半就差不多吧，就除以二，19000就除以二，所有除以二，基本上就我到手的钱啊。就是大家不要只看表面数据啊，就是要上税，然后工会要拿提成，工会拿了之后，然后上税，然后到手就除以二，差不多，就到我手上啊，是吧？五月份的奖励更加丰富，正儿八经的吗？我们好好做，兄弟们。啊，我们好好做，兄弟们。我们就是在老挝的话，我们多选几个点，多选几个点去做啊。就是，比如说他哪个地方人气高，我们就去看一看，好吧？啊，就啊，去弄一下啊。哪个品牌的翻译机啊？用的是那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讯飞啊，讯飞翻译机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这个地方一到晚上六七点钟七八点钟，就很多人扛着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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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去上山打猎，全是 RK 啊。昨天晚上我骑摩托车的时候，我第一天出门拍成一长排一长排的啊，只是我不敢拍，兄弟们，我也不敢下来，我也不敢拍，知道吧？这老板娘还挺好的，老板娘，哎，给老板娘聊会儿天，真的。兄弟们，如果你们真的要玩，要按摩，要各种啊，真的要找漂亮的，你们要等到他们放暑假的时候来啊。我这边有个朋友，啊，他就每到暑假寒假的时候，他就会去派人去乡下收人。收那些妹妹啊，来做兼职，啊，按摩呀，啊，整这样整那样的，都是很漂亮的啊，就是去乡下收啊。所以说还是很容易的啊。暑假，对对，就是暑假，对，暑假还有寒假啊，因为大学嘛，然后放假，然后做兼职，很多的，你们不要笑啊，真的。老师少说这些。大学啊，人家做兼职，不是你们为什么老是会想歪了？人家是正规的啊，人家正规的，不是说你们想的就是那种的，兄弟们，人家是正规生意。哎，我说你们红还要往歪了想，哎呦，我真的是服你们了。这边有什么好玩的？喊你龟儿加个钟按摩啊？谁要给我加个钟吗？哪个大哥要给我加钟按摩呀？不是我们想歪了，是你说了之后我太猥琐了。对呀，问一下嘛，待会儿我问一下。大白弟，这大叔光着膀子进来了，高低给我安排个贵人鸟。对呀，问一下老板娘，这老板娘不见了啊。老板娘都不见了，我的妈。贵人鸟都刷拉了，别提了啊，别提了。昨天贵人鸟给妹妹刷了300多，
那没有办法，兄弟们，人家的钱想怎么花怎么花，对吧？是吧？我反正是要一路风尘啊，好好的往前干，啊，好好往前走。老挝只是咱们其中的一站，世界都没有走完，世界走完了我才知道我想究竟想在哪儿，对吧？等我把这个世界很多国家都去过了以后，啊，每个地方都看一看了之后，才以后才知道自己真正的想去哪个地方。先把老挝玩透，兄弟们，先把老挝玩透啊！指的是东南亚嘛，东南亚兄弟，东南亚，想办法看一下能不能办个申根签啊！申根签证，欧洲就很多国家可以去了。哎，欧洲，老板娘，嗯，这附近有好玩的景点吗？啊，摆在那，哎，他哎有真有，哎，OK， 一个利息，呀，可以帮我输一下吗，老板娘？靠近中国，越靠近中国越没玩的地方。没有，我们到时候去风沙里啊，我们要走那边绕一圈去风沙里。老板娘再给我们整啊，老板娘在这里。在这个市区，兄弟们要去吗？我看还有多少公里？30。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小渔庄。30公里的话，今天去的话应该可以啊。去探灵吗？老板娘推荐的啊，这它应该是一个镇啊。哦哟，有点烟火气息。哦哟，哦哟，看上去还挺漂亮的啊，这个村子还可以啊。看照片还行，哦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可以，这个地方我好像是全国老挝的十大经典之一，这个地方是老挝的十大经典之一，主打一个原生态，是这里吧？这地方应该妹儿很多啊，别被嘎腰子了。我看过这个地方，看过这个地方，它是十大，哦，它就是说有雾气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啊。打个卡嘛，去打个卡，今天打个卡。叫龙 king 哎呦我的妈，反正就这个地儿吧。走，就这个地方了，直接干。哎呀，主打一个原生态啊，妹你个锤子，妹呀、啊，主打一个原生态，兄弟们，走，我们就这个地方了。把我胡子刮一刮，兄弟们，30公里，兄弟们，30公里不远，执行你，兄弟们。
走吧。我有个妹子在那里啊，我说你们赶紧推给我，赶紧推给我，好吧？这种事情还用我给你说吗 ？Facebook， 让他来给我当导游。二房家就在这里啊，你二房？我认你个问哦，赶紧把你二房推给我，赶紧。推给我，晚上请我吃个饭啊！赶紧吧，我这先联系一下，联系好了，晚上去他家吃饭啊！我说你们肥水不能流外人田啊，兄弟！不，你有他 Facebook 吗？我都两天没登 Facebook 了。等一下，先联系好。钥匙的二房，我看我都好久没两天没登 Facebook 了。钥匙推给我呀，钥匙。好了，推给我，钥匙，赶紧把二房推给我，不，哦，钥匙推给我，他直接给我推的微信，我操，这么牛逼吗？这钥匙还是在这边有点东西啊，果然啊，没有你的。怪不得还是没有拉透啊，不是啊，卡哥，怪不得那个谁，没有，他正好在这边啊，正好在这边。这什么呀？对呀，让他给我们做下向导嘛，走吧，先过去，执行力，兄弟们，女不女人无所谓，好吧，执行力，兄弟，走了。哦呦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走吧，卡哥先走啊，卡哥，开玩笑的啊，执行力。往哪边啊？这是？就是往这边哈。我是谁？
他问我是谁，他回复我了。走，先走吧。好烫啊。Hello, Kugo。他回不回我无所谓了，先去了再说吧。向前走，就向走，就算。曾经毁了我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夜照夜花，渴望着渴望着，也想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我曾经哎呀，我靠，钥匙怎么找不到啊？走吧，这老板娘给我推荐了这个地方啊，我去看看去。我不想戴安全头盔了，兄弟们，是真的太热了，我要中暑了。走了，走。执行力，兄弟们，执行力。执行力啊，兄弟们，先去看看看看，然后再返回来去盲赛。30公里，兄弟们，出发，兄弟们。开玩笑，兄弟们，今天目的地盲赛啊，先去这边转一圈。那个老板娘给我推荐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老挝的十大徒步路线之一啊。我们现在过去刚好，压个弯儿。和远方的田野，原生态，兄弟们。我先少跟你们互动，你们自己互动，刷下礼物，自己感谢自己，自己跟水友聊天，自己跟自己聊天。我全速前进，太热了，兄弟们，受不了了。我靠！他们一群女的在那儿喝酒蹦迪，我靠！后面又一群女的在那儿蹦迪喝酒，我靠！要不要去看一下？算了，这儿瘾又犯了，算了，兄弟们，算了。执行你。
算了，我有点怕女人了，兄弟。好热呀，我真的是服了，太热了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。